首比较新的歌，叫《贪恋》。我觉得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心，人都会有贪心的时候，但我不认为贪心是一个坏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人没有方向是最可怕的。当你对一件事情很迫切的渴望，有想法，才会让你一直的往前走。所以我觉得刚刚那首歌，它是听起来有点闷闷的，但实际上是像歌词里面内心戏火热的一首歌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首比较新的歌。因为其实唱歌时间越久，唱很多年以后，不是每一首歌都刚好在你心里要表达什么的状况，所以很难得，就是有一些歌曲里面有一些你想要更多的跟大家去分享，用语言去交流的。因为很多东西听完了之后，各自有特别个人化的感受，但是有一些歌当你听到的时候，大家会产生同样的感受。我觉得刚刚那首就算其中一个吧，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应该就有更多人的感受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渴望这样的生活，我们都渴望今天一个地方，明天一个地方，想去哪里去哪里，想怎么怎么样。所以这首歌叫什么呢？好，带好你的护照。哎呀，我好像耳机已经丢了。今天星期几，风和日丽，就连广播也好听。护照很轻易收在这行李，让去看别人双眼离别时，我决定天意。
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调整我的耳机了，导演，因为我的耳机已经失踪了。我喝口水了，谢谢。你们是认真的吗？那四川话怎么讲？我现在不仅耳聋了，眼睛也瞎了，因为基本上接下来这个演唱会我就没有办法戴两个耳机了，因为另外一边已经找不到了，我已经不知道它去哪边了，所以尽量吧。所以感谢这么多的陌生人来看我的演唱会，我爱你们，所以只爱陌生人。
没有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唱歌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，因为在现场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，可能耳机没了，可能停电，呸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开心了，我们都分享了音乐，所以即使到有一天，如果说麦没有声音的话，我就希望座位可以离我近一点，因为今天我真的觉得是四团里面离你最远的距离。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因为真的有点热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换个头发，稍等。哎呦，这个纠缠。所以我是不是要比上一场稍微瘦那么一点点了？好，我再接再厉，争取以后的演唱会更瘦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内心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力量，也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要敢追，要敢爱。我觉得所有的事情跟勇气分不开，也许你不是天生的就坚强，然后你不是天生的去强势的面对所有的问题，你不会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什么事情该怎么做，但是当事情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敢跨出那一步。所以这一首《追爱》，把它当作一份勇气，送给今天来现场的所有朋友们。我愿意